安君。凤阳君。不成敬。吴安君，你要害本相？哎呀，凤阳君是赵国真正之主人，哪个不要命的敢陷害凤阳君呢？你怎么看？哪国臣子同君主出行可以另居别院呢？吴安君，你果然是人中俊杰。苏秦之武安君，与大人之凤阳君，虽同为凤君，却相差千里呀。哎，武安君，你此言差矣。你现在是齐、燕、赵三国封君，武安君之名号威震天下，天下封君在武安君面前皆黯然失色。还需凤阳君成全才成。今日在大典之上，我王已将武安君封为了赵国封君，还需要本相成全什么呀？此事只有得到凤阳君亲口允诺，才能坐实啊。吴安君，你小看我王。况且本相并无专权欺君之忤逆野心。哦，那苏秦失礼了。来人，收起来。哎，吴安君。还有20箱，原本预备一起送来的。现在，苏秦多有得罪了。武安君，你我皆为人臣子，各为其主。武安君，坐下说话。请，请。苏秦此来，还有一事相托。君权封地皆有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一个约定。五国合作攻秦之时，我王还要再过楚国。宋，凤阳君。果然锐利。齐王伐秦是假，攻宋是真。皆是真。只要凤阳君暗许我王灭宋，赵国不必出一兵一卒，更不必耗费半颗粟米。我王绝忘不了凤阳君之恩。五国联合。齐王忽而抽身攻宋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齐王将宋国一口吞灭。他们眼睁睁看着，还请凤阳君来个视而不见。你就不怕攻秦各国盛怒之下掉过头来转而攻齐？只要凤阳君应允，他没什么。何以见？燕王早已决意臣服齐国，只要凤阳君也予以应允，那齐、赵、燕三国已结成铁盟。剩下韩国、魏国那些小国，又奈我何？既然如此，区区几箱金银，吴安君，你小看本相。我王口谕。只要凤阳君应允，日后必重金赔谢。
金银财宝。不要。凤阳君还想要些什么呢？宋帝。什么？他要逃逸？妄想！依臣之见，我王可以答应他。至于事后是否兑现，那可以凤阳君之功另当别论。你是说届时论功行赏？是。我王，若是凤阳君能使赵、韩、魏三国忠于我王，使得我王灭宋攻秦，那倒不妨可以对他加以赏赐。爱卿啊，他要逃逸，本王舍不得呀。我王，逃逸乃灭宋入齐之后事，更何况此乃私下之约，倒是凤阳君因一己私利叛国弃主，他对付赵王还来不及呢，又能奈我王如何？那好，你给本王听好了，合纵攻秦之统领必须由你担当，否则本王以齐师伐宋，一旦被联军知晓，攻秦之势就土崩瓦解了。我王放心，臣定当紧握兵权，全力攻秦。苏秦要是真有行动，不知秦国这回是否在引蛇出洞呢？不会是引火烧身吧？王上，福兮祸兮，现时现刻是无法看得清楚的，一静一动，动则打破原有的平衡，招致未知的灾祸，可是却又未知是否恰恰契合了隐匿在太平之下的动势。静而不动，四平八稳，安稳无忧，虽无近忧，也并非没有远虑，会所于后，总有坐以待毙之嫌呢。二舅公是在安慰你听？一是在安慰我自己吧。做大事之人的心气儿，还是静些为好，不可因为一时一刻的变化，乱了心绪，慌了阵脚。世事变化难料，故有随机应对。启禀西帝。西帝，有军情禀报，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燕五国合纵欲攻我秦国，联军已抵达魏国荥阳，正安营扎寨。敌军统帅果然是苏秦。燕、赵三国封君，武安君苏秦，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莫非他真的别有居心？皇上，臣这就去函谷关，你看究竟。寡人也去。苏秦现在就在荥阳。回禀王上，正是。战事如何？这几日敌军开始犯境，上阵的皆是燕国士卒，我军略有伤亡。这个苏秦是真打呀？他不来找寡人，寡人去找他。王上，不可，让他来。再给我来点。快点啊！快点，前面快点！这是到我了，他们是不是邻居啊？是吗？就是，就是，慢点！哎，我的舅，你也瞎了你？哦，燕军，瞧瞧你们这熊样啊，灰头土脸，打败仗了吗？啊，打败仗了吗？属谁？一群孬种！再说一遍，就说你了啊！我就说你。怎么着？
说你怎么避啊？我说你啊，推我，我打不死你。敌人杀我敌人的。反吗？放屁！才是卖国求荣的反贼！我主竟然瞎了眼了，用了你。燕王派你为将，领兵助我攻秦，你竟敢滋事谋反！但是齐王怪罪下来，齐燕盟约之大局，岂非因你而毁？如此不忠不义之臣，陷君王国家于险境，大逆不道，死有余辜。子杰，你是想杀了我吗？啊，老子先杀了你！算，给我！张奎，疯了不成？老子是疯了，老子早就疯了。老子在你齐国攻我燕国的时候就疯了，老子当兵就是为了报仇的。没想到啊，老子竟然中了你齐国的狗！啊，放开我！你只有两万兵吗？报什么仇？张奎残杀我联军同僚，挑拨军心，滋事谋反，现将其押监，隔日按军法处之。诺。押下去。苏秦，你就是条狗！苏秦，你就是条狗！燕王怎么会派一个如此反齐的将军过来？苏秦，王八蛋，不得好死！放开我！苏秦，你不得好死！那又怎么样？他们反一个，杀一个。只要燕王对我王忠心耿耿，燕军便是我齐国手中之棋子。更何况，他们只是用来当箭头罢了。下去吧。诺。凤阳君，武安君，这些虚礼啊，我看就免了吧。啊，不知凤阳君大驾光临，所为何事？武安君明知故问吗？哦，还请凤阳君明示。你曾答应过本相什么？哦，承诺诏。那赵国的事务还是本相做主吗？自然是凤阳君做主，还有联军事务还要仰仗凤阳君呢。如今五国军队已经集结此地，燕军已经攻秦两日，这个嘛，这个不是时候未到吗？武安君，齐国攻宋之军早已秣马厉兵，随时可以挥师南下，到时五国之师皆被秦军困住。待齐王灭了宋国，逃逸，齐王还舍得双手封伤吗？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我苏秦愿用人头向凤阳君担保。我对你的人头不感兴趣，我现在只要承诺诏。凤阳君，你我约定之日前定会奉上，
你我约定之日。你告诉本相，是哪一月，哪一日？啊，凤阳君，我不是还没有让你赵军上阵交战吗？况且这几日皆是用燕军交战的。那又怎样啊？我已经信奉承诺，将韩、赵、魏三军屯兵荥阳，可你呢？我不能再等了。凤阳君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人不在临淄。你不在临淄？吴安君，那就劳烦你去趟临淄，面见齐王，把我的承诺诏拿来。凤阳君，此事我们再商议商议。此事没得商议，我今日便将赵军撤回赵国。凤阳君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我不能。吴安君，承诺诏送上之，便是我赵军重返宫廷之时。告辞了。启禀武安君，在下有密呈。你们是何人？秦王特派我等前来。疯了！究竟何事？秦王已至函谷关，请武安君一步下京。函谷关不同，今夜在你对面秦军军营相见。你们赶紧离开此地。王妃，纪公子，姬虎本立誓为太子和王儿报仇，向齐国讨回血债。苏秦先生乃旷世奇才，京城之志，我求他来秦拜会。望信先生、祝先生，皆子于我与秦，乃莫大幸事。太子嫔妃，绝。
先生，秦王，别来无恙。先生，苏秦登此刻整整14年了。先生这是，秦王放心，是友不是敌。先生说的好生爽快啊。苏秦信秦王，正如秦王信苏秦。蒙燕连赵伐宋攻秦，先生是为了灭齐。一切都是为了灭齐。秦王可曾记得苏秦说有朝一日终有事相求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苏秦在此只有一个时辰，还请秦王听苏秦来说。先生，请入座说话。请。秦王，所谓攻强必养之使强，益之使张，太强则折，太屈则缺。我为燕王谋欲灭齐国，可燕国势单，必不能独灭强齐，是故以使齐国更强为由说与齐王。齐王贪，耗费尽国力欲强齐国，可是强国再强也可拦腰斩断，国土再广也可土崩瓦解。齐王如此四处兴兵掳掠，到头来定会费尽国力。如此灭齐就如同囊中取物。于是先生便让齐国合纵攻入秦国。然后莫急，且听苏秦一一道来。这是宋，这是赵，再加上韩魏两国，这是秦王之秦国，这是燕国。所谓养之使强，益之使张，就是让宋国去养他。在列国之中，宋国最为富庶，然以一国之力能灭宋国，除了秦国就只有齐国。秦王，难道你就没有灭宋之想吗？这么好的地方谁不想要啊？可我秦国纵然能独灭宋国，却会招致同样觊觎宋国的其他六国的记恨。若他们合力攻我秦国，岂不是惹祸上身？所以宋国虽肥却有毒，寡人不愿自掘坟墓。秦王能想到的齐王也能想到，所以要想让齐王铤而走险决意灭宋，除了宋国这块诱饵，还要设个局，要让齐王相信除了秦国各国皆会助他独吞宋国。听先生的意思是魏韩赵三国如今已经知道齐国要攻宋国。不错，以赵国的国力已不逊于齐国，怎会听之任之？如今在赵国最权势者就是丞相奉阳君李兑，此人诡计多端，贪得无厌。苏秦故意告诉他秦军在攻秦之时还会攻宋，其果然索要灭宋之后的逃逸为资，才肯出兵攻秦。如能得偿所愿，必定对齐国攻宋之事暂缄其口。逃逸？是，就是宋国那块最肥的肉。攻秦？是，攻秦。逃逸？齐王会舍得吗？奉阳君要齐王亲自立下承诺面诏，就是为了防止齐王得手之后失信反悔。其实齐王答应与否并不重要，只要苏秦让奉阳君相信齐王答应了便是。即便是齐王后来后悔，那也是我之所盼。要的就是奉阳君怒而攻齐，
凤阳君真是利欲熏心呀、啊！齐王好不容易得来的逃逸，怎会拱手相望？如此明了之事，凤阳君竟会视而不见。再聪明之人，所欲过强，所求过烈，也会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有了诱饵，设了局，还有重中之重，那便是促成五国合纵攻齐，这是实证。只有如此，齐王才能把心真正放进肚里。他以为各国全在竭力攻秦，秦国根本无法抽身，待到能抽身之时，他已攻下了宋国。以齐王之贪婪，他断断不会与他国分享。于是各国恼羞成怒，便掉头一致攻齐。齐王若是给呢？赵国还有赵国，况且赵王身边还有韩虚为呢。武安君，我们要听的不是这些。望秦王恕苏秦无罪。虚礼就不必了。苏秦，真的要和我们打吗？不能真打。和你我已经交战，这只不过是打给齐王看的小仗罢了，千万不能和联军交战过猛。如果不然，联军尚未出齐，已损失惨重，将来又如何灭齐？苏秦，若本王不叫你来此相见，你打算何时向本王坦言相告？苏秦，再赌。赌？拿秦国、燕国将士的人头再赌？是。我在等秦王来找我。若是秦王来找我，便是信我；若是秦王不来找我，我便真打，并让齐国早日攻宋。如此，各国兵力还未损失过重，而齐国又有一半兵力会陷在宋国，而守在本国的恐怕也不足半数。到时秦王振臂一呼，那些恼羞成怒、手足无措的列国联军定会听从秦王的调遣。苏秦，秦王为了灭齐，你可以不顾一切。不是秦国之友，谁能助你？谁为你友？我本死谏，偿我愿时，就是生之尽头。先生之计，看似精巧，滴水不漏，可真要做起来，却要牵动千军万马，又要涉及各国生死攸关之利益。步步皆是变数。是，因此苏秦心悬一线，时刻警觉变数与差池，力求不漏周全。你很难周全。世间当无万全之事。秦王，难道一点都不想冒险吗？先生，留在本王身边吧，只要令秦国够强大，强大到能够灭六国统天下，到时灭齐又有何难？如先生这般用奸游说，不但性命不得自保，且一旦齐国军力受挫，余党残余恐难彻底铲除。要灭一大国，绝非一战之功。秦王有鸿鹄之志，可苏秦只燕雀之心，焉能等同视之？还请秦王成全。
哎，听啊，辛苦了。前方战局如何呀？启禀我王，凤阳军因我王知晓缘故，擅自撤退了赵国盟军。不过，臣立刻便亲赴邯郸，敦促其再次领军出征。好。还有，燕将张奎军中谋反，已被臣拿下，押解到临淄，臣已禀陈燕王。 燕王一切皆由我王处置，以报诚意。臣也将亲自督访，以示臣的忠心。这个张奎该死，应该予以严惩。臣谨遵王命。还有什么其他禀报吗？哦，还有秦军一小将诈降，臣见之，其居然藐视我联军，要用本帅之位。 换取其区区10000降军，故臣未理睬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其自称猛良，不过报个虚名也未可知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就是凤阳军那块心病。 这也是寡人的一块心病啊！臣以为我王不妨先答应他，此乃见不得天的一卷空文。到时我王如真是不舍得，不给他便是，他能奈我王如何？难道拿到太阳底下吆喝？本王担心呐，凤阳君恼羞成怒，反而攻齐呢。 我王不必担心，除非那凤阳君不想在赵国待了，不然他只能吃哑巴亏。到时我王以拥宋国之姿乃天下最强，赵国根本不是我齐国对手。再有，没有燕国粮草兵力之支持。 杀无赦！老子是燕将，齐国杀不着。燕王视齐王为武，苏秦视齐王为恩主，为齐王执法，便是为燕王执法。拉下去，立即行刑。苏秦，你豁出卖国，残害忠良，你就是条狗！将军慢走，我送他。苏秦，燕国的百姓不会放过你的。 启禀我王，燕将张奎已被处斩，若我王仍无法出具文书，苏秦今日便起身去往邯郸，尽力说服凤阳军，复出兵马，回归联军，合纵攻秦。若有些许进展，臣定当立即奏禀我王。你们听到了吧？吴安军要去邯郸，你们俩也跟着。 我王一诺千金，此前应允凤阳君的，定然分毫不差，还请凤阳君
信守承诺，再发兵于我，立即重组合纵联军。好东西，这真是个好东西、啊。呈上来。吴安军，齐王对本相是厚爱有加，这么个好东西，要么就不给，要给呢，给了个双份儿。我去对苏秦先生无礼。欧阳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只不过想看看另外一份承诺照罢了。哦，来，把这两个东西让吴安君好好看看。我是为我王代你的一份承诺状。代你？那这么说，吴安局给本相的那份诏书是假的？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兼顾齐赵双方之力，亦是为你凤阳军博取最大之收益。那这么说来，本相还要谢你。我待你之承诺诏，即便是伪诏，和我王亲书之承诺诏，凤阳君已经拿到手了。若不是我苏秦费尽心机劝说我王，我王又岂能将陶艺拱手相让？我现在这么做，无非是不想让这承诺诏拖延我攻秦之时机。以防秦国生变，凤阳君若是要对我苏秦如何，苏秦不在乎。敢请凤阳君以遵守当主之承诺，速速出兵，以免我连纵攻秦之谋略，因你一己之私而毁于一旦。好一个齐王的大忠臣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在本相面前装腔作势。本相不妨直接告诉你，要惩治你的正是你忠心服侍的齐王。无言。麻烦二位向吴安君说。吴安君容禀，我王给凤阳君的真本诏书是卑职奉命亲自送到邯郸，可惜吴安君不知情，这才弄出了伪诏。卑职之见，吴安君代你诏书，虽然我王不会高兴，但却是吴安君忠心为国所致。我王要卑职到赵国，只是为了请凤阳君协同查清一件事情。何事？吴安君亲自深入秦境，究竟是见了谁人，谈了何事？此事我已向我王禀明了。吴安君，一切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我等并未亲眼所见。或许你与那个秦家私定什么承诺诏，这亦无可知啊。含蓄喷人，奸污其口，你莫玷污我苏秦之一片赤诚。吴安君，哎呀，你这是何苦？你若今天在这儿把这点事情说清楚了，吴安君还是本相的贵客，你我二人权高位重，又无冤无仇，不要闹得面红耳赤。我苏秦知道的都已说，未见过未听过的，我苏秦无那份大才，说不出，
还请见谅。我既受女皇之恩惠，总要想办法报。押入刑堂，大刑伺候。吹青草，白露成霜。